宪兵，把口袋空气拿出来，打开。另一边，你们刚才在干什么？我跟他借来的，他说没有啊。 不好意思，你可以走了。金城，你根本不相信我。我不是不相信你，我是不想你再受到诱惑。我在CNB工作那么多年，我比谁都清楚，毒瘾不是那么容易戒的。不用你提醒我，你是 CNB， 我比谁都清楚，你随时都可以把我抓走。 对不起，我不该那么说。你只是在做你应该做的。我抓你的时候，我不敢惹你性命。好像是我，我也不会认的。那是我最惭愧、最懦弱的一刻。对不起。 我答应你，绝不会再丢下你。我也答应你，我不会再走错路。刚刚，对不起，是兄弟，就不要再道歉了。No apologies. No sorry.